看一下这个犬也，有点可爱，特别好看，也是很烫手啊，很烫手。顺着这个往下流到下面，就流到河里了。冬季自驾西藏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处温泉，准备进去看一下这里的温泉热不热。温泉洗浴区，走出道。哇，这边是泳池哎，带棚的泳池，深不深？妈呀，那么大的泳池温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从山上面引下来的天然温泉，这水是热的，然后从这里直接流进这个游泳池。妈呀，热的天然的温泉，泳池那么大，这里真的太棒了。这边还有两个池子，都是温泉游泳池，那么大。这个上面是有大棚的，那个外面是没有大棚，水是热的哈。1.2米的水深，从这里源源不断的注入温泉水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应该是很热的。哇，有点烫手哎，正八经的从山上引下来的温泉，有点烫手，这里有点烫手。在这里还可以住宿，几个特别大的古老的树。在高原哈，这种树已经算是非常古老的了，上百年都有了。我们现在去看温泉的泉眼，就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水。在哪里啊？在上面，因为它的雨水的那个啊，我们在上面特别烫。走了。因为它雨水引得那么远还烫。对，我们沿着这个管道去找泉眼。哇，那么长的管道，它还是烫的，特别的烫，这水特别的烫。我估计前面泉眼的地方可以直接煮鸡蛋了。看一下这里，从这里往前走就可以看得到泉眼了，水流量好大呀，看一直咕咚咕咚往外冒的。然后他们从这里往下引水，引到下面的游泳池。在泉眼附近冒着浓浓的白烟，这边的水是不能碰的，太烫了，大概有70-80度都是有的，特别的烫。哎呀呀，往这边往下流，流的有上百米那么远，到温泉池里面还是那么的热。看这里有个小的泉眼，也是热的，不过这里并不烫。泉眼往外流，看一下这条河也是特别的漂亮。看，怎么样？收拾一下去泡温泉吧。这都不能碰，这个都很热的，烫你的嘴，傻狗。啊？都不洗，拉不洗，拉不洗。狗不能洗。他也不像，我们带了一个泳裤，小薇带着泳衣，弄了一瓶可乐，我们来这边泡温泉了。哎呀，两个池子，一人一个池子呗，这也太奢侈了吧。他这还有单独的换衣服，这是女的，我去那边。锄头，锄头，你去换衣服了，你锄头不能洗。哦，太舒服了。不是，我还下不去。我这么能下，肯定就到腰了。啊，是一边靠一边还是外边？太烫了。自驾西藏那么多次，这是泡过最大的温泉池。有两圈吧。对。一人一个池子，有两圈。收拾好了，我们准备走了。泡完之后真的身上很舒服，暖和，再美美的睡一觉就好了。现在天也算黑了，我们今天也是找地方停车去露营，去车里收拾一下车。你猜车都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车都肯在车面前，肯定在车边。我还去看那俩小狗有没有上厕所尿尿。看一下，尿师傅来洗澡。洗澡。洗完了。锄头，看，肯定就在车里。锄头一，锄头宝宝，哎呀，可真乖。走走走。哦。好好好好好，老开心了。有狗的人。小薇也是有狗的人呢，你不要。你不要动不动就给他踢下来，他小才踢啊，动不动就踢你了。你看他冷的，你看他冷的。嗯，在车里还好，你想一下，先走了，不然还很容易冻死。在户外，你那来一场雪，直接就给冻嘎了，冻死。你头发也湿了。对，你一点点还好。走吧，我们今天不在这里露营哈，在路上再去找个地方。你看，你看，是，这狗，关门了哈。看一下，哎呀，你这个，你给我处理了，你给我处理。问题是他在这个洞洞里面怎么跑出来的？你给他放，你放到哪里去了吧？我没放，他们两个是爬上去的。没有，你出来拉屎啊？你们两个狗东西。他还没直接尿你车上呢，尿你被子上。拿个纸直接捏了扔了就好了。给我捏了。我看这两个小可爱。小强，小脚，可爱死了，就这样吧。是你的小脚拉的两坨屎，你赶紧。他俩一人拉一坨了。那你先处理。不是，我估计是有一个调皮的上去了，是吧？问题是拉两坨在一起。可能是一个小的调皮的上去了。肯定是小脚拉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小狗知道干净，它知道给你拉到桌子上、平板上。是没拉在袋子里。对啊，拉袋子的，它自己又腻到身上了，它自己知道，它也没有拉你被子上，拉你被子上。这小狗知道干净，它才你看，哪里都不拉，就唯独给你拉到桌子上。我的车本来就很乱，它拉的那个包包。你啥呀？你这纸拿着谁？往上一揪不行了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了真是，这都随便一扔了，这地下都是牛屎，不都正常啊？看。捡了屎又把纸扔到我那里，干的屎是干的。走了走了走了，等一下天就黑了再不走。还是锄头乖。咋又又又又？我又翻开一个问题。啊？我的坐垫刚刚坐了一下，我的屁股是啥呀？坐垫是湿的是吧？又拉尿了。一点点一点点啊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直接放在那，放到桌子上去晾，正好了，正好，一点点，就是溜到他拉完尿完，再把它放车上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刚刚溜的时候他没拉，我们泡温泉他才拉的。对，就应该一直溜到他，溜到他拉完尿完才可以。这样吧，白天放你车上，晚上放我车上，都行啊，无所谓。好假哟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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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哎呀，还是锄头乖，从来没有在车上尿过拉过是吧？一次都没有，乖锄头。